我们打得非常好，我对你们这，我们对你们非常满意。进攻的时候打得非常好，已经。还有，你是后卫，如果你想打挡拆，你让他二和三落在这，你们要有时间打牛角或者打三，我们这个三非常好用，一个都没用，他们老慢了，他们不紧逼你们，结果重用就打，边路挡拆，牛角和五号都能破三二，你们自己想，不要乱，落后7分了啊。 我们有能力、有实力拿回来，但是做好什么？先做防守啊！防联防守再打挡拆，你可以走下线。他的后卫没有那种就是说墙投三分的，是不是？不要看不起人家啊！一开局前6分钟，前8分钟打了20分，最后得25分，说明我们只要一紧张起来，他后面那几分拆的最后得5分，他最后这个球还是捡漏的，要不然他只得3分球，是不是？把防守做好啊！三分卫，加油！加油！ 感谢科学配比闪电补给的加德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，究竟是黄金迷你小车轮乘胜追击，一鼓作气拿下比赛，还是三分威调整状态重振旗鼓逆风翻盘？来期待球员的表现。下半场25比18，身穿蓝色球衣的国外轮战队领先7分。下半场一开始，三分威队先进攻。 牛角，牛角，牛角，牛角！下半场的12分钟计时开始，看看这边上展鱼不停的往里去抹，给到王晶这一次，再给出来，踩神的机会，非常不错。但是三分偏出，蓝的。前场球，哎，21，21，21，25比18，三分威能不能在这个14秒内继续追赶？王晶在底线发球，看看通过两个掩护之后，给到再转到中间很好的机会，这一次扣中，刘一涛罚球线。 2分钟头命中，25比20，分差缩小至5分。牛角，牛角，牛角！栾立晨，身高190kg的高大后卫，给到左侧，不着急，蒋帅的转移在栾立晨给到右侧再回来，还有7秒进攻时间，蒋帅6秒，再回到陈范南，看看中间的突破，这一次非常耐心，这球可惜就差压哨命中，退罚，退罚，哎，看路边。 张镇虎8号，场上在上半场的追分功臣，而这球漂亮，蔡晨心有猛虎，冲击篮筐之后2分投进，还有一次加罚的机会。这次的三分打，蔡晨拿得非常漂亮。 黄金迷你小车轮只领先2分了，对他们来说，下半场一回来，这个节奏完全在对方的手里。栾立晨来自宁波大学，这下转移球，看看陈范南在左侧，这球有点犯难，赶紧回到中间，让栾立晨来组织，看看在右侧漂亮。不要忘了蒋帅在右侧，帮助国外轮战队稳定住军心，三分命中，来自蒋帅，快场，快场，21，21。 28比23，刘江，刘江，别罚，挡拆，来，挡拆，下去，大哥来，大哥，场上张展宇的指挥，进攻时间注意，现在8秒，看看赛神再冲击篮筐，左手勾一个，哦，没关系，有篮板，造成犯规，换人，看看刘一涛罚球。 好的，一罚命中，28比24，非常稳定，2发2中，现在比分1个3分的差距，28比25，进攻方领先3分。韩一鹏回到燃气圈，韩一鹏示意李章林的掩护之后，自己往里打，球没有拿好，倒地来抢，这次王晶收到。 对方的大李给到前场，手递球漂亮。张镇虎躲开大蛇李江林，传球给到张展宇上篮命中。篮下的配合，这次1分差距，1分。下半场三分威火力全开，迅速将分差缩至1分。 看看韩云鹏，给到低位，
这一下在右侧有一个烧纸停球，来到中间，看看五秒的时间，必须要打了。这球的进攻显得有点勉强。哎，防二，防二。看看张占宇给到王晶，这一下哎，没放球，没放球。王晶走步为例，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郭艾伦教练请求一个暂停。咱们破联防能不能好点破？你要是四号位，你就给我站这，大哥。二号位在这，把你这个人过来点，吸引过来。我都跟你们说明明白白的，可以不按我这打，但是你们每次进攻都打不进。现在我们现在防守没有问题，防守强度要坚持下来。另外呢，到了阵地以后，每个人要看清楚对手防的是什么。盯人我们打牛角，联防我们就是侧挡拆、四十五度挡拆，好不好？坚持防守啊！暂停回来之后，郭艾伦战队要来执行进攻。别着急，先别着急，比赛时间还足够长。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，中间有没有？韩云鹏这次跳不进来之后，这球给到李章林，给的有点点低，没有关系。任敬轩的突破，这次自己抛一个，任敬轩这一下手上的力量可能就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韩云鹏，韩云鹏，张振虎这次进来，哇！又是张振虎快速突破，躲开任敬轩的防守，上篮得分，一气呵成。不要忘了，张振武有了小克劳福德之称，反超了。29-28，现在三分卫队实现全场的第一次领先，反超郭艾伦战队。韩云鹏给到中间，这个机会不错。对了，把球给到球队当中最稳定的那个点，大蛇李章林两分打进。蔡晨，你的弱侧啊，弱侧的是你的呀！挡一个，挡一个。两边交替领先，30-29，蓝队再次领先。来来来，侧挡他。张南宇在场上运球帷幄，给到张振虎，追分的功臣。张南宇再分，王晶，这次四秒再分，看看张振虎三分尝试。张南宇相当聪明，作为后卫再拿一个篮板，给到自己队友20进攻，备。哇，张振虎关键时刻大心脏，20进攻也毫不犹豫，三分出手，再下一城，三分威真正在这一刻三分威武起来，反超32-30。中间二路直接路。下半场的三分威队势如破竹，完成反超。先来看看蒋帅的回应 ，S ball 回应球。蒋帅在左侧冷静施射，三分命中。33-32，蓝队再次领先。21卡的，21夹击夹击。他中那个，回来。大范围转移，看看王晶给到张展宇，作为追分的后卫，看看这边，张振虎变向之后中距离，又是张振虎变向突破，晃开两人，果断出手，两分打进。连进三球，连砍七分，比分再一次反超，宝刀未老，这就是张振虎。快点打，快点打，没劲了。现在比赛时间下半场过半，蓝队想发起一轮快攻，但是三分卫队退得很快，没有出手，回到中间稳定一些。大蛇李章林传球失误，球被断。快点！这一下安云鹏眼睛手快，安云鹏这球哎。两边错进错出，张振虎造成对方的犯规。那个中锋没劲儿了，哎，把那李章林坏了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朱总的球队要暂停。现在可以把节奏压一下，但是什么？我们要转换成成功率啊！来，1、4、5、2、3，掩护。你发球就抓一下这个机会，如果有这里没有，一号拿球出来，五号上来挡拆，三号落这里，二号落这里啊，四号，好不好？哎，外线出来就坚决一点，坚决一点，干吧！啊，打快点！不，我们怎么刚才怎么赢？你们忘了吗？我们就是上来就夹呀，21呀，大哥，你们都落不了位了，你说累了吗？你还在这？刚才他防不好，我怎么喊你，你都防不了这个位置。你要防这个，你要听我的防守指挥，我谢谢你。我们刚才怎么赢了？你不要忘了。
他们心态有些变化了，他们觉得看到赢的希望了，想赢要就怕输，背上一种包袱，有点混乱打了，让人家经验那么老道就把这个比分追回来了。我们就现在打进就全场221，打不进就半场221，不悬场防我们没法跟人打，拿到球咱们快点打反击，咱们岂能比他们好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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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黄金迷你小车轮要拿出你们上半场的气势，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胜利依然有可能站在你们这边。暂停之后，三分卫的队员王晶在边线发球，刘一涛给到张楠，张楠转移到张振宇，张振宇这一次选择直接交低位有点冒险，但是没关系，球还在，张振宇带一步之后基本功的一个两分，这是后卫基本功的展示。来自球队的大脑张展瑜领先三分，36-33，三分卫队的配合越打越默契，比分从落后到追平，现在已经领先了。徐展瑜这一下更需要稳定，对于郭艾伦战队来说，看看冉继轩在场上给到安云鹏苗兰，再往里这一下没有机会，三秒了，两秒，墙头这下被张楠站着把球给冒掉。张云鹏怎么了？他能干什么呀？黄金迷你小车轮心态要稳住，不要急。而这边篮下的防守，看看再转移球，十秒进攻时间，张展宇威力走不威力，换人，张云鹏，场边有换人的申请，36-33。比赛时间还剩下3分38秒，三分卫队领先的三分，进攻方黄金迷你小车轮蓝色球队落后的三分。蓝金轩对上张展宇，这次自己抹进来，拜拜，来自刘玉涛一记强烈的排球大帽，直接把冉敬轩拒绝在篮下，盖完帽之后看着冉敬轩死亡凝视。哎，防联防，防联防，我们把战术走一走，把战术走一走，我们一个战术都没打出来。对于郭艾伦战队来说，现在这个回合能够拿分吗？给到远端，在上线，冉敬轩看看不断的传导，好的，蒋帅的机会很关键，但是给出一个 airball， 得分成了郭艾伦战队一个很头痛的问题。3分13秒，但是他们的防守气势还是不错，这一下又防下，对了，就应该这样。冉敬轩漂亮，冉敬轩作为球队的后卫必须以身作则，就要像他们教练郭艾伦一样。好球，我的妈呀，哎哎哎，全场全场走走走。而这边快速上球，防守完全没回来，38-35，三分威又领先三分。给给低位，五，给内线，给内线，不行打内线。冉敬轩刚才有非常漂亮的从防到攻的表现，这次李章林给到右侧，漂亮，没有问题，13号蒋帅三分稳稳命中，两边38-38，比分再一次打平。我的天，黄金迷你小车轮终于吹响了反击的号角，比赛也接近尾声，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犯规，哎，变二，场上也请冉敬轩注意，你的个人犯规已经达到了4次，收到了，现在两边打平，关键球，这一下张展宇，哇，这次上下步漂亮，张展宇非常聪明的一个进攻脚步，王总，哎，现在40-38，冉敬轩没有投进，很可惜。连防。现在比赛时间最后2分钟，蔡晨刚刚给到张楠，南哥，张楠的突破，这次要寻找底线，黄金队友拿到中间。造成犯规，
两次罚球。哎哎，亚青轩，亚青轩，哎，你能不能按我战术打一个？我谢谢你。打到五吗？然后打五，你打不到点上，我让你打到那边。你从来都往这边传，大哥，你都打错了，你全打错了，现在你就打到内线，咱打内线行吗？行。又一道的罚球。第八中，第二发没有命中，两队回到三分差距。现在进攻方蓝队黄金迷你小车轮落后三分，后面有人走不了，走不了，上来一点。强帅再回到后卫阮金泉的手上，看看好的这个位置给得很深了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。阮金泉假动作晃开张振虎的防守，基地传给张殿良，张殿良运球反身上篮命中，分差又缩小至一分，来自北化工兄弟的默契。天哪，怎么能这么精彩？两边一分的分差，队员们都已拼尽全力想赢下比赛。回来，看看这边张振虎，这边是一个联防的站位。青爷王金，注意时间，两秒出手，但是这下真抢篮板出界，蓝队其实守得很不错了已经。哎，底线球战术，然后45度打开，现在最后的57秒，对于王金迷你小车轮来说，这个防守非常的关键。反眼，这两边回，这两我堵他。哎，犯规，栾立晨防守犯规，罚篮。不是裁判，我们为什么一次犯规都没有，他们有6次了，那犯规比例也太不一样了。罚球。刘一涛的罚球，好球，来吧。第一罚没有命中，没事。哎，两发都没有进，看看蓝队黄金迷你小车轮这一次，看看这个回合进攻是要实现反超吗？阮金泉，我突往里走，对上张展宇，再给到栾立晨，这次漂亮。栾立晨躲开刘宇涛的盖帽，右侧高打板命中，为黄金迷你小车轮赢得关键两分，瞬间逆转战局。栾立晨，好样的！二十一。比赛时间还剩最后37秒，42-41。防守，防一个。挡三，慢点。张展宇给到张振虎，你拿球挡三，展宇，别防太大。注意时间，进攻时间10秒，掩护之后，张振虎这场追分工程转移，王金再点开3秒。王金再点开3秒，没有投进篮板球。哎，没人，跑两次。什么呀这是？不是这球怎么了？9号前篮板推人，跑两次。我没有人碰他呀，自己倒的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待会儿他自己倒的呀。我没有人碰他呀。罚球。看裁判的示意，这下蔡成来进行罚球。没有人犯规。这球谁犯规了？不，这球他自己倒的。42-42。喂，这球明显自己倒的，大哥们。第二罚也中。三分卫再次反超比分，暂停，
不是，这不让他们赢一样吗？干嘛呀？几比几啊？犯规啊！哎，抓紧时间，你的暂停，没吹都吹了，现在。哎，过来，看他们盯人还联防啊！盯人，咱们就还是这么打。四号位站这，林让呢？哎，我在。你要能要就要，不要的话你给他打挡拆。你打这个位置，你打这个位置，你在这跟他倒一下，跟眼镜圈在这，跟他倒一下，然后你上来给他挡拆，然后你这么突，五号位你在这给我挡他，如果盯人，你在这，这是五。你上去挡拆，你假装往这边打，突然间变换方向给他挡，就往里冲，再能犯规，那个后面的这个防守啊，任何的掩护都换人啊，任何的掩护挡拆什么的，换人完了以后要防两分，因为我们可能就说只领，我们现在只领先一分，我们现在一次犯规没有，可以提前犯规，知道没有？13秒，最后13秒，三分位，最后13秒时间。会有决定比赛的胜负一球出现吗？我们现在来给这两支队伍一次巨大的加油声。黄金迷你小车轮，黄金迷你小车轮，三分位，决战开始。10 9 8 7 6 5 4，出手三分。这球输了不服，不是？哎，你过来，来。我这么相信你，让你打最后一球，你给我投个篮，你玩我吗？你觉得？不是，你哪怕你往里冲，你没进，我也觉得你按我的打了，不进了被盖了，咱们就认了。你托塔来个投篮，你冲，你为啥不冲？我问你。想太多了。不是你冲击篮下想什么呀？就往里一脑门子冲，拿炸药包就往里冲了。这最后一球，我其实挺无奈的，当时挺困惑的，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他突然间就投个三分，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冲击力和身材、身高、技术都比较出众吧，他应该去承担最后一投，我挺相信他的。他如果说要处理好了，照个犯规或者是直接上篮上进了，我们就赢了，就绝杀了那就。好，打得不错啊！我觉得郭艾伦战队是今天最典型的一个团队篮球，相互的配合和相互的防守的配合把战术打出来。我觉得今天给我的感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团队篮球。